早上好哦，我现在在飞机上，我要去哪呢？我今天要飞去别的城市了，至于是哪呢，等会你们就知道，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今期的 vlog，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。其实我觉得可能一集也不足以就是放下所有的影片吧。待会见，我先休息一下，太困了。左边是蓝天的耶，让我们来吹吹上海的风。你感受一下，也不用很大嘛。感觉天气的有点多。哇，天气也挺好的，其实。今天的 vlog 我觉得可以弄一个那种叫什么，就像充电的那种。那种，我现在是有点掉了。等会吃完饭应该就会升回去。这个应该很好吃的。怪不得我朋友说，就我说了我要去上海，然后我朋友说，哦，去上海就是吃的耶。开启美食之旅，走起。然后我们吃多少走多少。好吧。吃多少走多少。对。我说我牺牲一下，我卖个唱，我们可以。我们先来预演一下点菜。哇，馋了，饿了。这边这个谢谢，来一个，这个好，谢谢。问这个，哎。愤怒的就越看越晕的感觉，晕了，我看不懂字了。我们还剩十桌吧，差不多。终于可以吃饭了，哇哦！我最爱的红烧肉。肥猪肉，耶、yeah, ！开吃。这个是什么虾？油爆河虾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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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石锅豆腐。哇！我小时候最爱小笼包，我一个人，我小时候我就吃十个。主人公。哇哦，我快乐了。谢谢。想唱歌了。想不到有什么歌好唱，就是想唱歌。来线上投票。什么？这边投田字旁，那边没有人投南京路好，田字旁一票过来。啊！哇，画的好好哦，好立体，这样拍出来好立体。哇哇，大家看看这个哇！啊哇哦！哇！原来里面是这样的，哇，好神奇哦，就是
感觉回到某个年代这样。你看那，你看那，刚刚直，我定定直。要不尝一个？我尝一个。No， 不用了啦。其实姐姐们，我对这个挺好吃的。啊，哪一款？哪一款？内蒙古。好。这个呢？不能尝尝一下。尝一尝。原味的，我们家经常喝的。哇。这不是有啥呢？嗯，我一直想知道它是什么味道。还有啥？你刚才煮两个原味的，原味吃过来就放在里边。嗯。好了。嗯。想买一点吗？嗯，这个是好吃。嗯。由于我们已经吃过午餐了，我们点个甜的。哇哦，来自美食博主小庄的角度，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，来没装饰的，就是不让它孤单。对，还有一个对称，对，小庄甄选。对，他说这两个只剩一片，剩一片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他们看起来最 OK， 因为我是蛋糕专家嘛，真的。然后，但是里面呢，我看过里面的蛋糕之中，我觉得这两块是这里做的应该 OK 的。尝尝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老的时候不会偷，但是其实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吃这个红萝卜蛋糕？我吃还好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市场味有可能是反过来的，有可能因为他卖的不好，所以他只做一块。只做了一片。我们喝完咖啡拍个照。我们吃了甜点，所以打算跑跑楼梯。来，像我们去故宫的时候一样。来，今天也是不用吧。哇，两米的腿。大家知道吗？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名叫。叫做一米八，但是那个不是指身高哦，是腿长。没有，因为我拍照都会拍的腿很长。何者来人？何者来人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来者何人吧？上海太好了。右边是上海的香港广场，很香港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去南京路，说的好像很熟的感觉，但我真的其实不知道在哪，而且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路。去看看。哇，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路名啊，好特别哦，有北京东路、成都北路、西藏中路，哇，还有南京西路。对，好神奇哦。害怕不敢打别人的嘴。我觉得我们要融入这个上海阿姨叔叔们的公园。那我们放慢脚步，停下来打一套拳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走。哇，看一下吧，看，母女96年，哇，哇哇哇哇哇，神奇吗？好神奇哦，所以是他们的子女吗？对，哎，他们人呢？
去相亲了吧？哇，我这个人是哇，这好多啊，有姐姐，哦，我身高一米六不到五，四舍五入，一六五，我是十一月天蝎座。是演艺专业，出道超过十年了，适应力强，不管是哪里都 OK。然后不知道哎，他们还会写什么？好有趣哦。好神奇哦，中国茅台啊，广告。好的，哇，只是因为蜘蛛侠路过。太帅了，果然是人民广场前面。有小火车哎，不是吃粽子，然后它也是加上差不多的材料。
翻译。淋一点雨。说到下雨前我们就走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个本来这观光巴士就是这样的吗？哦，大家看到在我脸上的雨水吗？我的脸跟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买家说卖家说的感觉。哎，天气不好，千万不要坐到东西啊，被骗上贼车。上海的风，你感受一下。